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。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相信你已经看过我们提到了神人之约里面的八个约，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搜寻我们其他的视频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摩西之约，让我们直接看摩西之约的应许。神主动拣选与应许都是出于他的恩典，律法远不如应许，应许比律法久远。你知道应许是多久以前的事？律法只有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1500年的时间，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之前有一大块时间，那也在恩典之下，不是在律法之下的。 OK， 好，律法也不能代替应许，律法是教人之罪，使人认识神的公义。出处是罗马书3:20、4:15、5:13，还有加拉太书3:19，将人引到基督那里，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，加拉太书3:24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摩西之约的应许有三个方面，出埃及记十九章1-8。第一个，做属神的子民，神应许他们为神的子民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是神拣选他们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生命记7:6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神要你成为他的子民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这里的子民是属于主的意思。如果你仔细去看，其实子民这个字是产业，我们是神的产业。我们做神儿女的应许真正要实现是在恩典之下，是在新约。你去看约翰福音1就提到，我们在神的应许之下，在恩典之下，信靠耶稣做救主，而我们就真正成为神的儿女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，摩西之约的应许三方面的第二方面，第二，做神祭司的国度，神应许他们做祭司和君王，只是应许要在基督的救恩里才能够完全应验。你知道吗？旧约里面有很多祭司跟君王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祭司跟君王。可是你知道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就是祭司，你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有君尊的祭司是很像君王一样的祭司，而且你有王的权柄，可以释放许多的事情，因为神是呼召你来与他一同做王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祭司，归于耶稣基督，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前书2:5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。OK， 我们再看下一页，彼得前书2:9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你看，在旧约里，旧约 OK， 摩西之约里面提到 的三个部分，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神的子民，在新约里面完全实现了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彼得前书2:10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感谢主，以前我们根本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，可是如今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第三，做神圣洁的国民，圣洁是神的属性哦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，利未记11:44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，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染自己。OK， 所以我告诉你，我们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。请问你的行为够圣洁吗？是的，也许你信耶稣之后，你开始想要，更多的做得更好，所以你这辈子你信耶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气过，再也没有不小心想要讲出脏话，没有说你在心里面有恶念，或者是你有没有讨厌过谁，或者是生气，或者是不节制，或者是什么？你知道在新约里面罪的规则多么的严格？看的该做的善事不去做是罪。做什么事，吃什么东西没有信心却去吃是罪。你知道在新约原则以下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圣洁的。可是这边说我们要成为圣洁，你这唯一圣洁的理由是什么吗？我们先看下一页吧。利未记11:45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引出来的，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怎么办？我们要圣洁，因为主是圣洁的。怎么办？我们再看下一页，耶和华做我们的神，表示我们是属神的，所以要在圣洁的信心上有份。答案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才使我们成为圣洁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圣洁不是你赢来的，不是你的行为来的，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来的。你的圣洁是神给你的，他为你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得造他的圣洁，你成为圣洁。所以你看，连旧约提到要圣洁，你一直以为我们还是要凭我们的行为去做。我告诉你，怎么做你也不会可以凭自己圣洁。没有人是圣洁，就算你是基督徒再怎么棒，你还是有罪性的，你不会圣洁，除非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圣洁。再看下一页，保罗向哥罗西教会说，哥罗西书1:22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
你做到圣洁，还是你借着基督的肉身死，然后你与神和好，你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呢？这经文就在说你，因为耶稣没有指责，无可指责，没有瑕疵，成了圣洁啊！各位弟兄姐妹，连摩西律法的摩西之约都是在新约里面才完全实现的。你现在就是圣洁，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生命的主，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信而受洗，必然得救。你就是圣洁，你就是没有瑕疵，你就是无可指责。这圣经上说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祝福你真正活在这里面。让我为你祷告，现在阿爸天父，让我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圣洁的。然后我们就完成了那好多个约期待的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为我们完成，我们白白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。祝福每个弟兄姐妹，不再看自己做得好不好，当然我们要因为耶稣的恩典而做得更好，但是不是做得更好换恩典，是白白得到恩典，被这个恩典充满了，被他的爱真的是爱到一个极致的，真的觉得好棒，你自然就开始跑出那些好行为，因为耶稣如何你将要如何，耶稣如何你就如何，你定睛看着主，你就渐渐变成主的样式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灵变成的。奉耶稣祷告，好吗？